苓雅区普天里是一个相当幸福温馨的社区，因为里长柳信雄总是把里民摆第一，认真负责的服务态度，不仅多次获得市府特优里长的表扬，古道热肠的个性营造邻里间的好感情，难怪里民们都竖起大拇指比赞，说住在普天里幸福又温馨。一走进苓雅区普天里里长服务处，里民们聚在一块泡茶聊天，感情融洽，宛如一家人。因为里长柳信雄总把社区的大小事情摆在第一位。里长这么这认真，无轻善好个善拢无分别哦。啊，对人日暗拢无咧休困的。每一行拢做认真呢。伊逐项拢足认真诶，啊嘛拢足关心每一个，嘿，关心，伊拢关心每一个里民，大家伊都关心。普天里里长不只是里民公认比赞的好里长，市府更是多次颁发特优里长，肯定柳里长的服务精神。关心里面的一些所要注意的了哈，环境卫生啦哈，登革热防治啦，哈，啊咱一寡哈咧。但推广的兵役啦，哈，诶，广告啦，当当塞塞啦，哈，这个我们的里长的部分，大家都非常注意，而且很认真在执行了。里长谦虚地说着任职18年来的心得感想，也表示现在科技发达，里长也要跟得上时代，善用手机通讯软体，像每星期三安排志工维护社区清洁，就是靠LINE的通知与联系。王师傅在这里。我们里长很好，他一大早哈，他一大早都会，他在LINE给我们拿，我们有手机会看就自己看。爱泡茶泡茶，吼，阮袂落来啉，就甲骂啊，讲茶甲伊泡便便，你都唔落来啉啦。啊，有时阵有代志，阮就换落来，啊，无就无落来安尼啊，系啊。所以有感受像家人一样。啊，无看到阮会生气，看阮会足欢喜的。正是这股18年来坚持不变的积极服务态度，不但让普天里拥有优质整洁的居住环境，邻里间的温馨互动更成为人人称羡的和乐幸福社区。港都新闻李嘉龙、罗少君采访报道。